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员，咱现在控制权给银监会处理了，还给哪处理了？监管部门不控制机构，我们现在是后台科技系统的问题，科技系统是。是他这个银行值的软件开发工程的问题。我们正在询问你的问题跟我的疑问是一样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回答啊。这个问题在今天下班之前，我给大家答案。我们现在都在等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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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着